这个朋友脑回路非常奇特。比如说他给我讲个故事，说他们家小时候曾经去过一条蛇，然后我就说蛇敲门了吗？他就说没有敲。什么？那什么叫去了一条蛇？哦，蛇去做客了。就是这样的朋友，就跟你的朋友就是他吧？你应该跟他的朋友能聊得来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我呀？